大家好，我是吴国敬。大家好，我是方依琪。爱心献宝粮屋邨屋苑地区筹款活动已经开始了，整个十月会是多个屋邨度举行活动的，请大家支持。10月15日呢是全港爱心义卖日，到时呢还会发售慈善奖券，咁善款嘅收益呢就会用嚟支持宝粮局社会服务同埋教育服务噶。屋邨屋苑筹款。